到了，双十一新玄学抽款，成功帮助号主圆梦。把人物语音调大一点，我们听一下贾诩怎么说啊？听一下贾诩怎么说？不要犹豫，不要犹豫，听到没有？手段，夺得这天下，夺得这天下啊、哦！可以。贾诩说不要犹豫，鲁肃怎么说？愿主公早定大计。愿主公早定大计。好了，有这两句话就稳了，好吧？有这两句话稳了。来，我靠，怎么没有动画呀？贾诩说了啊，不要犹豫，不要犹豫。然后鲁肃说了，愿主公早定大计。来，两发、三发了是吧？再来，我靠，不能慌啊，这个时候要稳定啊。我跟你说，双十一一般第一次抽的话，它都是啊，先给你一个保底，真的。双十一大家抽的时候，第一发都是保底。哎哎，什么东西？刚才说要什么来着？哎呀，我跟你说，我现在是贾伟人，贾诩人助力，我紫薇收不收手？再抽一个成就收手，来。曹真，来，我以哎，汉卿徐庶之计策。徐庶，我靠，这卡包里咋还有徐庶呢？这卡包怎么还有这垃圾呢？你还能再出一个紫薇？好，来，就着这个副歌，我靠，鲁肃还不来吗？愿主公早定大计，我靠，来，主公，我靠，三发了，我靠。这搞不好就要冲着保底去了，哎呀，四发不出就保底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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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保底了。鲁肃，愿主公早定大计啊！来来来，鲁肃，鲁肃，鲁肃，哎，我靠！点名抽卡，什么叫点名抽卡？我靠！哎，紫薇说一个贾诩，一个鲁肃，全抽到了，我靠！私信。可以预约奉校抽卡哟。